牛奶跳尾商标权是属于普星牧场哎，一代是恶意注册。你都别讲什么，是因无去延展商标，我是公民进来去注册。我之前是你的女朋友，今麦是你的太太，咱的关系是咪足亲密的？我跟无敌的关系真好，我爸娶个圣人哥去姑姐因家食饭，我也爸跟圣人哥讲过牛奶跳舞料理包的代志。张子婷，到底是被送什么？商标法第30条第一项第12款规定，如果基于契约、地缘或是业务往来关系，明知别人商标已经在使用，还仿应别人的商标注册，这时候也不准注册。我已经去作证了，我会当证明圣人哥是听我讲的，伊才提早注册，伊是恶意使用人。你家智慧财产局破管马警出来啊，撤销易代注册。商标权是普星牧场。这就是证明物件。小点点，是对啦。妈咪因为选择两弟，换陪你的弟弟，伊今无教我咧生气，才会放弃头一遍甲你见面的机会。你唔好甲伊生气哦。你也知影，你的弟弟真正足爱你，嘛足要紧你的。你永远是伊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。子婷，妈，你奶奶，姚心蕾，已经开始做了唔对，明仔当予你一个来三件，所以妈来陪你啊。伊毋是超过伊无要陪我来，迄是因为伊明明替伊找理由啊，我看得出。妈，你拢知影？好了啦，别再艰苦了，你若伤心哦，你肚子里的小点点也会感受到你的悲伤哦。妈，我是不是做不对啊？我反背我的老公，我的爹地，我的妈咪，我害他输啊。圣元就要见这次的比赛，他很希望他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给大家看，啊！不过我毁掉这一切啊！子婷，你无做唔对，你是选择面对家己的良心，嘛感觉足骄傲的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路爱行，莫为着家己的人生负责任，永远嘛应该安尼做。啊！不过伊煞用错误的方式来得到成功，咱要让伊知影，伊安尼做是唔对的。啊！不过妈，我真足惊伊无要原谅我的。你都无看到，伊对我失去希望的眼神。你放心，你袂失去圆圆，莫徛在你这边，咱做伙加油来驾到。